从小吃到大。他说我们家小朋友也是吃阿裕牛肉汤长大的。六年刚下飞机，然后就直接跑来台南，因为我一直都想来台南吃温体牛，然后它真的很嫩。奇美宋董，奇美董事长，伊就是爱食双酱的啊，还是王阳，伊拢是我咧安排的啊，还是迄个顾忠亮，迄嘛是我咧安排啊，因为我咧知爱食啥，四种部位、四种口感拢无同，啊轮流食。我本来袂使食牛肉，老公叫我袂使食牛，我想想，我甲纪念一无所有啊，佮有甚物所挂碍的，所以好，我就。一定要做牛肉，无形中我用心经营的过程中，到今仔日功成名就。大姐，哎你好。中午十二点不到，位在台南人的乡下，这家外观不起眼的温体牛涮涮锅立刻排起长长人龙，十张大桌、十五张小桌马上被坐满，不开放事前定位，想吃就得乖乖等。